这球点了，结果投手下了之后啊，选择传二垒，传高了，王敬明。结果选择传二垒啊，想要抓一垒上的跑者，但是变成 all safe。嗯，这也选了，这是一个失败的守备处理。这球哈，这是一个 push bunt，push bunt。那当然郭彦文的起跑也抓得不错。再看一次这个球。嗯，这郭彦文哦，这个起跑做得不错，这个主要是传高。传准或许有机会，传准出局了。但是你这种用投手的用跑，然后跳起来传的。